要记得别让爱情照亮了，别让他的天真输给了你的人生，他的眼泪成就了你的快乐，他梦醒了哭到动了，死心了就不爱了，别让你的承诺绑架了他的灵魂，谎言说的太深刻，真的假的都不重要了，要记得别让爱情照亮了，有多久没好好谈心呢，有多久没出门走走呢，海洋高高挂着，我再也不出门，被冷落的情人如此缘分，从早到黄昏，如果角色兑换了你肯不肯，有多久没安心吃饭呢，跟手机在恋爱着，坐在对面的人仿佛是第三者，相爱那么难得，沿路曲折别留下悔恨，维系幸福不是一人的责任，有多久没好好谈心呢，有多久没出门走走呢，海洋高高挂着，我再也不出门，被冷落的情人如此缘分，从早到黄昏，如果角色兑换了你肯不肯，有多久没安心吃饭呢，跟手机在恋爱着，坐在对面的人仿佛是第三者，相爱那么难得，沿路曲折别留下悔恨，维系幸福不是一人的责任，绑架了他。
哇，哎，现在不好意思，你看到自己会吓到。会啊，因为我想到你刚刚很计较，说自己都没有特写。你是为什么吓到？你 OS 是什么？哦，加老。不是，我是 OS 想说，我很想说李佩勋，你今天有事吗？怎么样？干嘛？没事啊。哎，李佩勋麦有开吗？有啊，开啦。没有没有，我在现场听不到你声音啊。怎么会这样？对啊，你这有没有声音？试一下。没有嘿，你有吧？好啊，你都不要开我的麦啊，送啊！我们就是故意这样子。刚刚已经看了一部 MV， 我懂。第一次副歌唱完的时候，我才有一个0.31秒的。我觉得你算得很精准嘞、欸，你真的是人生爱计较的心情都没有那样子改变过，真的是。真的。不是嘛？那个就是导演特别为我做的 MV。哦，是啊，个人的 MV。个人 MV 秀。哎，真的就完全就是一个林根在里面的走秀的概念。真的。好开心哦！这安大明星在大家暑假的那个刚开始的第一集，就今天非常开心找到大家来。暑假就是追剧的时候。啊，这个明天开始有一部新的戏要上档，那、啊、因为你知道你在别台演嘛，就今天没什么好说啊。他们在美男与澡堂，好不好？你自己去 Google 一下，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哪里演。今天欢迎大家来安大明星哦，我们本来想要现场说布置成一个洗澡的地方，我想说啊，客人也不用这么周到了，反正都那么熟了，有人来就好。然后想到李佩旭也穿那么多，也没什么好说的。他们在我这样穿还多，嗯，算蛮多。我不要不要讲呗，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那我们要很认真的欢迎我们的 KKTV 的美男与澡堂的李佩旭来，连跟陈浩森来。嘿，耶，大家好，我是佩旭。对，啊，你们两个，嗯，对他佩旭那里。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恩。我们你为什么没有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森。没、oh. 有、hey. ，我们就是你知道，就设备嘛，设备哦、oh. ，只有两只，不能再多了。就你看，这还有有限的。你可以调声降 key。对对对，我可以，还可以，我要帮你加一口，哇，这很强。好了，他们都是我的这个。认识很久的好朋友，然后安大明星快两百集了，那个佩旭跟林恩第一次来，我刚才在跟林恩说啊，如果我们要细敲那个说细说从头的通告，那有的聊了哦，真的要先问他写真集的部分，从写真集开始聊，然后再问他的婚礼的部分，然后在后面、哦、结婚之前你敲他，他也没有来，哎、就在准备嘛，所以比较没空。哎对，哇，这话题很多看，那你先 pose 啦，看，来，不会，但现在你看今天第一天来，人就很好，哎，站起来秀一下你的美背啦，这人就是做着、啊、来了，拜托啦，没什么好不好意思，哎呦，赖林恩就是，哎呦，惊死人，哎呦，真的，人，哎呦，哎，哦，真的人，哎，其实你洋装有一点半透明，你知道吗？就是为了这才穿的嘛，对不对？觉得完全忘了这件事情。哇塞，真的哇，赞！好，现在换佩旭秀一下他美背哦。哎，真的没有人要看嘞，不好意思。天哪，李佩旭辛苦你哦，我们都在拍你的美臀，因为你那还蛮好看。要，哦好。哎，他们两个都秀了。那现在换浩森的来。你知道哥这么努力，就是为了要 cue 你这一趴，来秀四零大。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对对。没有东西啊。啊，有那种东西，只是不好意思拿出来。好啦，今天那个在我们的现场，这是一个欢乐的现场，因为他们拍了一个喜剧的，哎呦，可以这样说吗？是的。好了，先正经一点啦。好，来啦，啊、先聊戏啦。看到他们两个就太熟，真的都是爱瞎聊。然后李佩旭这次很认真哦，他这次因为有赖琳恩在，他想说不想跟他抢光芒，所以他演的是第二女主角的角色。对。哎呀，琳恩，你先说，你现在这个女二人对你来说有杀伤力吗？还是？
其实真的还好，但是我们这部戏很特别的是两个女主角搭配一个男主角，就我跟他是女主角的部分，但是因为我们美男与澡堂是三个灵魂互换，所以我们各自都会演到各自的角色，真的很酷哎，就感觉蛮好玩，所以其实你一个人就演了。算是三部戏的概念，也这么、啊、然后演你又演你什么的，哦是啦，反正就一人嘛，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演两个角色，对，多了一角价格不变这样，对，我真的觉得我们尽可能李佩旭在说话时间控在30秒，就给我画圈圈，让我可以制止他。哎、欸，我才讲一句话而已，你就画圈圈，立马拜托啦，对啊，好啦，你这次演那个戏，然后其实暑假的时候大家会希望说就是轻松啦、喜剧啦、开心啦，那这部戏其实。佩旭算是用自己的表演去娱乐大家，可以这样说吗？我其实就是燃烧我的生命，我懂，在这20年的演艺生涯里面，不断的提供快乐给大家，而且这谢谢大家不嫌弃，小小牺牲啦，就让一个大男人，然后去演出一个就是有女儿心的那种，不会，完全不会说不会说是牺牲，但。我觉得在这个直播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顺便就介绍一下这个戏。当然是啊，是啊。那相信大家最近的已经看到我们美男与澡堂已经如火如荼的在网络上分享很多的片段跟视频，口碑很好。对，通告都敲不到，今天才难得有空，真是太可以把他们三个凑在一起来。但是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戏呢，其实就是一个，他讲的是一个，我在里面饰演的是阿布啊，是一个他们是这样说的。中年离职而去追寻自己新世界，开创一个新的事业的一个同志，这样。那我离开了本来公司之后呢，我为了要让就是同志好友们能够有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我成立了一个地方叫美男与澡堂。然后这两位呢都是我的员工，都是员工，是。那都领薪水，薪水还好吗？戏里面啊，没有提到这个部分。戏里面就还好，我有要求老板加薪。真的有这个桥段吗？好，对，是继续哦。那但是呢，其实这个是我们是在讲一个晚上啊，我们阴错阳差，但是我们。互换了灵魂啊、那至于怎么互换呢？稍微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好，我就是呢，我的灵魂跑到他身上，但小琪的灵魂跑到我身上。所以就我个人跑到他身上这样。天哪！不是，对，不是 A B 对换，是 A B C 互换。有啊，你们就是从一个那个乱，就是都乱了，都乱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大家刚刚有认真听，就可能会突然有个逻辑，没有认真听也没关系，明天开始看戏就好。是，当然，短短的几短片嘛，10分钟，然后礼拜三、礼拜四就可以有更新的那个，是的，真的。但现在就是刚刚佩旭讲很好，就大家在这个新潮的时代里面，然后每天其实都也很忙碌，手机拿着看东西，10分钟感觉是一个蛮好的，最刚好的一个搭个捷运就看完了。对啊，都得从起点然后到，搞不好你还可以看两遍。哦，没错，还不错，对啊。然后李佩旭在里面没有穿哦，没有穿，哎，不要这样，我们三个都没有穿。哦，真的吗？三个都没有。谁穿最少啊？谁穿最少啊？浩森吧，最少。就是他们服装没有帮你借衣服还是怎么样。好了，陈浩森就是其实我们这是一个系列的那个其中一篇，然后在这个系列里面浩森已经担纲过一次那个还蛮叫座的一个红色气球，好，而且让他真的是让他就这样一戏成名，这样就爆红，有爆红。他现在网络不止在网络了，他人气真的是高涨，所以我们就，所以你可以感受到李佩旭对你的不友善吗？好开心、喔！我们怎么会不友善？我非常友善。我懂。他刚才说你最好做中间。我很开心，就是能够搭配着浩森这样，然后增加一些粉丝的人数这样。我们今天刚刚在那个平台上，我觉得就是你们各自都有很多的那个号召力，所以我们哪怕只是在那个就是预告的过程，也没在讲话，那网络上也让大家等你们，所以。也可以说对这样的组合是有期待的。好了，当然，我们现在大家安静啊，陈浩森要说话来了。不用。哎，陈浩森要介绍一下在自己戏里面的角色，好不好？还有他大概的故事。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齐芬达。等一下，他在讲齐芬达之前，他讲了五个我在。你本来是饶舌歌手对不对？你先给我们拍子对不对 ？Yo drop the beat yeah。没有，我饰演是齐芬达，然后在里面叫小齐芬达。因为当初好像倒过来念是达文西，就是达芬奇这样。原来是这样哦。哇，我现在才知道。天哪，你们都杀青那么久了，都出来宣传，现在才知道。真的，我们真的，你们两个是认真说。哦，好。
哇天哪，你充满了学问的人，不开口就算了，一开口真的是惊天动地的，真的。来来，不好意思，达文西你在里面。达文西，所以我在里面是一个艺术家，就是我是素描的。哦。然后他是一个很腼腆的大学生，跟你本人差不多。就是啦，就是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就是腼腆也是人生的某一个过程。李佩旭也曾经腼腆啊，比较多年前了，20年前，那时候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对啊。印象馆的那种厚厚的电视，你知道？我跟你道歉，我会尽量在你做完的时候不要 cue 他，好不好？我跟你道歉。又要 cue 又要打，很烦呢。你让他好好讲啊。在戏的过程当中就变人嘛，所以他有个单纯的潜质。然后其实他有，他看起来是一个对，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男生，可是他很多时候他有一些小小的眉宇之间哦，他有一种柔弱的一种气质。哦，柔弱。对，所以我想，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我们野火要找浩森来担任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因为他有这个特质，就是那个东西好像你真的演要演也演不出来。是，我相信是的。对，真的有些就像艺人的天生，就像我们这种，对啊，已经老油条掉了，我们就比较演就很辛苦。对、啊、李佩旭真的是，其实李佩旭还，但如果是你演，我肯定是演，你是演不出来的啦。对。啊，对，我没有要参演的意思，不好意思。对对 对, 對、啊、我只是觉得今天你讲得很好、嗯、对，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有些人还在的要好好把握，回不去的我们也不要缅怀。我们是跟那个就刚刚在讲话那个啊，好好好乖好挥洒一下现在自己心里的能量。就是他傻笑起来真的是李佩旭，你从来不会有的这种笑容。你回到你18岁也有，你真的没有，你误会你自己了。我刚出道的时候有。你真的没有？好，我没有，怎么怎么样？好，我们终于让他承认他没有这件事情了。烦死了。是啊，哎，浩森在这次的演戏，那所以你是演一个有女儿身的感觉的人，嗯、对不对？那不只是什么女儿心的，是那种概念、嗯。所以你有特别去做一些肢体的训练吗？穿高跟鞋跑步啊？还是就是有，有跟林恩姐有讨论什么事吗？有叫你林恩姐对吧？她应该真的可以叫林恩。浩森几岁啊？21岁。哦，不好意思，就不用说你的年龄。那个零22，好，嗯，佩旭23，对，嗯，上到吧。那时候有跟林恩姐就是研究，就林恩姐有教我非常多啊，真的吗？不是说教，就是林恩姐，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演这部戏，在做这个角色的时候，我有点像是在模仿女生，但是很多女生的心态我是不知道的。对对对。然后林恩姐有帮助我非常多，就是她会很细心、很耐心。举个例子好了，帮助很多的，总有一些你特别还记得的事，就是比方说她跟你说了什么、嗯、这样。有一个地方是我在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导一个，就是二十也是20出头岁的小女生，就是另外一个戏里的那个对戏里的女孩子杰西、哦、对。然后那里的时候，其实我在讲话的时候，我会有点像是变成好像我是男生，然后就跟他讲话。但是那个当下，就是林恩姐就会就是趁那个空档的时候来我旁边说：“哎，浩森，我觉得你怎样会更好。”然后我觉得对，所以姐姐很照顾你耶，其实对，其实你是姐姐菜。姐姐说话了，姐姐那时候教她什么？姐姐为什么突然间母性大发，然后想要去教她？是姐姐是因为看不下去，还是姐姐真的觉得她太可爱？没有没有，说哪又没关系，我们在这里就大爆料、啊。其实我不太记得啊，我教，你忘记了、哦？我真的不太记得我有教浩森什么，嗯、但他都会就是跟姐姐，这就是他的心里对你的尊敬。可能是我有建议吧，但我唯一记得我的建议就是他，我跟他讲说拍激情戏的时候要穿2件内裤，要不然鸡鸡会露出来。我懂你的心情，我好像一直很担心这种事，对对对，因为那我们一般说干笑两声的原因，是因为就他们里面还是有些，这幕戏很重要，是因为你们两个跟就是在那个交换灵魂之后，有一幕激情戏是两个都演的嘛，没错没错，对嘛，所以你才会特地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观众，然后担心他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画面。我很担心，你真的很担心，我真的很担心，因为他说他是第一次，然后很紧张。哦，说第一次演那个亲热戏，嗯，也是第一次跟女生亲亲、啊，所以哦，那你有跟男生亲亲过吗？有啊，之前啊，上次嘛，对不对？那、啊、这次也有吗？这次也有，哦，这次你亲到谁？就是彦明哥。哦，你亲到张彦明哦，哦，对。那、啊、上次亲的是徐涛，就是哦，徐涛哦，红色气球的另外一个，哦、那谁比较好亲？嗯。徐涛最近有来这里哦，徐涛最近来我们这边，两个都不错。好、啊、嘞，哎。那你有尝试想要亲李佩旭吗？
可以也可以啊。是你想听吧？你过来检查我啊！啊，我跟大家道歉，我又不应该看这种话题。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都把麦 pass 过去了。我懂，我懂，没有，我怕你站在那边就是太舒服。哦，太舒服，不会，还不够舒服，你过来。我没有办法跟李佩旭，真的，我们一定要在很正式的场合，然后用严肃的内容去对话，不要随便把李佩旭带到客厅里面来，就有危险。我懂，对，到阳台，到阳台，好不好？真的是哦。然后那个戏里面，就是你跟林恩姐有亲热戏吗？没有啊，没有，我们三个都没有。所以你人生会有点遗憾吗？这么漂亮女生，然后第一次演到戏，没有，放在心里就不好说。有，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没有，我对他年纪太大。他在里面是我们是跟那个杰西雷杰西，哦，对，也是很漂亮，所以我想应该没什么大遗憾了。但我们三个就是好朋友啦，在戏里面的关系就是好朋友，然后伙伴，比较像同甘共苦的同伴。就他是老板啊，你们是员工啊，对啊，对啊。但是因为一个就是，但你有发现那个老板有，因为老板是女老板嘛，所以你有发现老板对小鲜肉比较好吗？就戏里面有这种情节吗？没有，没有，没有。他比较像是我们的大姐，哦，那种感觉，就大姐姐。因为刚刚我们看到 MV 的最后一幕，你们三个人一起泡澡，哎，欸，对对，我们在剧里面都在泡澡啊，哦，真的吗？所以你泡到皮都皱了吗？李佩旭泡蛮多的哦，对，有些本来皱的不皱了啊，但是有些本来就是很平滑的反而变皱了，欸，真的是长时间一直在泡在水，其实泡水里面演戏不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其实拍到后来会很累啊，嗯，很累，因为那是温泉，是吗？对，温泉，那所以温度很高，天气又蛮热，热热，然后一整天啊，因为他会把泡汤的戏都放一整天拍嘛。真的，天哪，你超排毒的，欸，那段时间人生真的好纯净 哦。我都半熟蛋了，我还超排毒。哇，我那天拍完真的很累，因为你一直排在那，因为一直在那四十几度一直在流汗，这样，然后我们都要一直不停的喝水啊。哎，嗯欸，那个场景在台北吗？在金山那边，金山那边，金山那边没有，因为常常有人追戏嘛，追戏就想要追场景，其实就是，哦，这次就一个也算是你们的算责任，带动观光啊，是大家就说，哎，哦，李佩旭在这里泡澡，然后去坐在李佩旭的位置，就觉得好像跟你一起泡澡，怕会痒痒的哈，哦。我觉得我不要再提这个话题了，真是对大家很抱歉。嗯，那所以呢？那现在聊什么？没有，我觉得 你没办法，你聊完 A B 就要 C 啦。不是不是，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最重要当然是你们来宣传这个新的作品，然后这戏的背后就是有一些拍片的甘苦，然后因为今天三位来嘛，然后大家就是对你们也各有一些想法跟好奇的地方，嗯，然后比方会想说，林恩在那里面就有看到一些大家身材就是完全表露无遗，哦，对对对，对对，因为都是澡堂戏嘛，哦，所以有非常多男演员，哦，因为里面就是只有我一个女生嘛，真的，对，我就看见，所以拍完戏之后觉得眼睛都变好了，身体都变健康了，嗯，特别明亮。那你有大概比较一下，大概您就最大概觉得就最匀称啊，或者说相对就感觉上来说，在你评比里面比较加分可口的肉类蛋，就他们两个喽，就他，用，他们两个，你把你的好朋友李佩旭就这样子把他放进来了，对对对，那你把张彦明放在哪裡，怎么样不能放进来？我没有看到他了，不能，欸，你有话好聊，你休息一下，真的不是，我们培根也是有培根的市场啊，培根多好吃，有油花利息嘞，而且我本人就是比较爱熟男，哦，这一点真的倒是，然后熟男，你半回，你半回，你怎么讲？真的，熟男就是这次佩旭演的角色很重要的一个年纪的那个设定，对对对，是成为一个中年人在戏剧当中会担心回不去吗？完全，我说真的哦，那公家见见哎，就是完全不会觉得会，还是帮自己开了新的戏路出来了。对，我其实还蛮拥抱并接受每一个年纪所带给你的美好，哦，因为我觉得，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刚入行二十出头，所以刚开始演戏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见得知道演戏是什么，因为演戏是，其实它是人生的反应跟写照，你必须要靠人生经验的堆叠，然后你去做出了戏。其实那不是做哦，那是因为经验堆叠，然后你经由就是镜头跟这些位置或者是你的表情，把这个东西推送出去。是，对，但是那个时候在演戏的时候，你常常会你会很想刻意的去做出什么情绪或演出什么情绪，但是说实在的，那都是一个为赋新词强说愁啊！天哪，他开始跟我们咬文嚼字了。我说真的，因为
所以我为什么说回到我们的说，为什么说我非常的喜欢年历技术带给我的美好，是因为现在是你不用挤鱼尾纹就出来了，现在是你不用刻意的就是想事情，其实你就在想事情，因为你人生太多需要担心的东西，对，你太多的烦恼，那我觉得那些东西它就是戏，它就是在反映你的人生，真的，对，那个是不需要刻意，不需要赖林恩的心情呢，对，不需要刻意。天哪，我已经开始有这种 feel 了，不需要做作的，对啊。然后他听不懂，他不会，我相信浩正听得懂，我相信他也在期待并规划着，并累积着那个，对，希望他，对他也会希望他在真的在二十年你就四十了，哎，好久。心路就更广，不是这样说吗？你就会看起来像这样哦、喔。对呀、啊，小心哦、喔。好了，这样戏路也是比较广，可以啦。哎，不要这样说，在二十年之后，你如果还在这线上，表示你真的很成功哎。这二十年来一直都是你的天下。那像李佩旭以前是个小鲜肉，到现在这款肉了，还有人想吃，拜托，还撑着。真的，那表示他还是在市场上有他一定的，就是还站着不敢站的位置不敢滚，可以被估量价值的。没有啊，怎么滚得走？因为像你这样子，就是没有，我就跟你讲，就是对对啊，一个肉摊，你什么肉都有啊，你要梅花牌。对不对？你要纯瘦肉，你要松板猪，你要培根都有嘛？那、我就培根啊，没事啦，培根还是有人想吃嘛？真的，大家看这边这是金华火腿，特写一下金华火腿，真的，他特写一下金华火腿，我个人觉得好棒。哎，赖林恩，你们这样子天天看着这只手，你会怎么样感觉？你跟佩旭其实真的很熟了。对啊，我跟他很熟。我们兄弟那么多年，你跟他兄弟那么多年，兄弟那么多年。哎、欸，她是美女哎、欸。我说真的，我们刚刚在车上还在聊这个，对，哦、你说、哦、对啊，因为所以她其实就是有一个摇高的那个外形，其实她是一个男孩。对，因为林恩非常好相处，他、哦、对啦，他其实是一个牙底会靠的人，他没有什么心机耶、欸，他是个牙底会靠的人。哦，你是哦，对、嗯，当然我知道，就是他的荧幕形象跟他的就是表演，他可以做出非常女人味的事情，他可以就是光他的声音就是一个非常是，就是很多直男非常引人入胜的一个非常喜爱的东西。是啊是啊。但他私底下其实是一个他非常好相处，他非常男生个性的非常海派的一个人。说真的，那个林恩的声音吼，就一听到就有一些。戏剧效果，比方说这次我们是喜剧啊，对，你的笑声应该在这里面，你会很常在里面笑吗？好像没有哎，对啊，其实我可以听到你笑，应该大家会蛮开心的。他笑出声音啦，不是那个意思哦，他的哼哼哼哼那个，就我有听过，就是鼻腔啊，也不知道怎么说啦，就但是他笑很长才会笑。那你笑一下，笑一下，你不要了，你要讲笑话给他听，他没有办法突然间莫名其妙的这样笑。你这样太逼迫他了，好，对啊，哎、欸，演喜剧对你会很辛苦吗？不会啊。怎么说？因为 我也不是第一次演喜剧啊，哦，所以就是很好玩。这次只是喜剧，也没有到扮丑，对不对？其实它就是一种那个会心一笑，跟真的让大家就是有很多那种梗啊，那个点啊，对，里面有很多梗是自己我们自己拍的都觉得很好笑。还不错，真的、最好笑的是谁？这两个哪个比较好笑？哦，各有不同的好笑，但他只要他出来，我们两个就会笑翻。为什么？不，他就是有喜感。对，因为浩森其实他真的就是，就像你讲的，你一直在称赞他，你觉得他现在很纯洁，很直接。哦，他就开始笑。因为其实浩森他是一个很闷骚的狮子座男孩，你知道？闷骚哦，他只要一变熟之后，他会开始摆烂，就是对，他会开始摆烂，他会开始娱乐。就是自己表演，然后娱乐你们。所以现在我们还娱乐大家，对啊。然后有时候会突然就是自己讲一些笑话，对自己讲，然后自己笑完之后，然后我们两个傻眼看着他，这样，然后他会偷偷注意旁边有没有人在听他讲。有，他现在在尴尬了，他现在尴尬病犯了。没有，没有，我没有尴尬。你没有也要讲四次哦。没有啊，就是因为那个、怎么啦？佩旭哥跟林恩姐他在拍戏的时候都。因为我们三个在戏里面是演很好的朋友的感觉，然后当时我就是要跟他们拍，要开始拍的时候，我还在觉得说哇完蛋了，好紧张哦什么的。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把这个距离感抽掉了，对，所以对我的帮助其实非常大。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在想，谢谢跟他对话有一种很有趣的地方，我就想说，哎，有剧本的时候看他演戏，哇，真的活灵活现的。然后，哎，没有剧本，就让他一直想事情的时候，就是真的想蛮久。对对对，就是那如果有好担心那个，就是而且因为我们就是直播是 live， 你知道吗？你就怕空拍太多，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我看到很紧张，然后天哪，陈老师你说话，因为我们又不能进广告，你知道吗？然后就想说哇，可是他好像你这种状态就是粉丝最爱的，慢慢慢。那好，那我们现在都不要干嘛，就是对着粉丝说 一段话，就介绍，就请大家明天来看你的戏，这样好不好？啊，我没有稿本，请大家明天来看我的戏。对啊，你要跟你的粉丝讲，就现在对象就是你的粉丝。我们就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在讲话的这一刻啊，就人开始会往上冲，就是因为你会把时间拖很久，然后他们就一直在等，然后你进来就是有天，你就是一块很奇妙的那个磁铁，我发现都把你放在这里，啪啪啪，连那个101那边的铁钉都会被你吸过来，那种带有概念，你想好了吗？嗯，好。看这个爱讲话主持人有多么担心空白秒，真的是啊，以下就导播就 take 他画面就好，如果就是你觉得那个是。时态不太对的话，就也不要放弃一个人的画面。其实建安哥现在一直在帮你电话，就是希望你赶快讲话的意思。你没事，他已经帮你电两分钟了，导播都不知道要不要跳你特写，因为跳完特写又不讲话，他又跳回来，對對對，你知道？导播对，然后一直跳来跳去，哇！对，导播，你不要害导播一直在那边讲。对对对。然后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帮粉丝谋福利的时间，就是反正你在讲话，我们单一 tag 你的画面，他们就开始截图，然后他们今天晚上就会有什么萌萌九连拍呀、啊，什么萌萌十六宫格、哎，他们今天就会有，然后什么表情包什么，你就尽量。导播就生 A， 就是金手指。我现在正在想说，我到底要现场的，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好。然后我们是对网络，就是网络上比较多，现场就这些都是就是工作同仁。跳拉黑，我就在。谢谢导播，谢谢导播。网络上的朋友们，你们好。然后我希望，我跟你说，刚刚在瞎聊才两三千，现在已经四千多，因为你要讲话，我们时间都给你，我们都休息了，真的镜头带他就好了，都不用理我们，好不好？从现在开始，五分钟都给陈浩森，那不论他讲什么，画面不要跳走哈，然后你就是做各种表情，然后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把话补满，不要把时间补足，这样就好，用各种可爱、呆、萌、帅什么都行。观那个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明天呢是美男与澡堂的开播，在 KKTV， 那我们呢就是一起共同奋斗了很久，完成这部美男与澡堂。从我是大学生，就是腼腆的大学生，然后花花呢是一个女生，然后佩旭哥他是一个就是老板娘，然后我们三个一起努力了很久，共同创造出一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火花，一些歧视、hey. 然后共同在这个美男与澡堂播出的时候，你们会见证奇迹。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各位观众朋友，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好不好，你不要乱，让我们来一起感受这股力量，好不好？大家把手放在你的胸口，我们一起心中默念着“美男与澡堂”，你将会得到救赎。好的。哦，你刚刚那个特写瞬间让我开天眼了，你知道吗？哇，我的整个灵性被你带走。刚刚大概有快将4500人左右在线上听你的步道，然后接受你给我们的一些加持。好开心的！我超想把你这放在你头后面转的，你知道吗？对啊，你瞬间给我们开示了，但是可爱啦，真的可爱啊！而且就是这个是青春买不回来的东西，真的。你不哎，我们都没有了，对，我们都没有了。他那个已经不只是可爱了，他那种可爱会让人真的很想要把他就是喂养。所以我们每一次拍戏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很喜欢跟他一起拍。可是进了那个有剧本的时候，他又看起来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什么都动得来。所以其实你刚刚没听到浩森讲，就是我跟林恩其实都一直在把那个距离感消除。有，我们在不管拍或者是在 on set 或者是 off 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试着让他去掉他的那个紧张感。对，他就很像一个小动物。对，我们经常就是真的，你们就是保护那种把他逗起来，把他逗，就刚出生的小狗狗或是那种小猫咪那种感觉，就可爱系的宠物。对，你本身是一个狮子座，我是不太了解这个星座，所以你是一个霸气的男生。
你在、你要一群朋友去吃饭，你会决定要去哪个点的那一种？不会，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们三个有一起去那个私下有去吃过饭吗？比较少。剧组便当。剧组哦，剧组便当，那你便当你会帮他们拿吗？还是？也不会。哪有，你都吃我做给你的便当，好不好？哦，这么好哦，你真的是哇，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天哪，你不要吓他啦！真的，他都做什么给你吃？煮面吗？还是羊排？然后那个怎样啦？那个豆子吧，乱讲话。我说煮面啊，便当就是米饭，怎么可以随便提到面？我想说面，我这边还有一点面来。我不，你回去。没事，好了好了，他先讲，他先讲，你先讲便当的事情。便当啦，快点。就是那，那一天我非常的紧张，然后我觉得我在跟佩旭哥拍戏的时候，我一直落拍，或是我一直没有表现好，然后后面我就很自责，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哭了这样。哇，然后你哭了？对，因为我觉得我很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我没有准备好。天哪，你这样讲，他们两个要哭了。没有啦，然后那时候我已经，因为当下是我跟佩旭哥在对戏嘛，然后我已经觉得我浪费佩旭哥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很自责，然后我一直哭，然后后来我好不容易停下来之后，佩旭哥走进来，然后就抱我一下说：“浩森没事。”我又哭了。李佩旭，不要随便抱人家。对啊，然后后面中午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回家好好检讨一下这样，然后结果到中午的时候，我要听到放饭还是很开心啊，因为可以吃饭。然后我就要去拿饭的时候，佩旭哥就说：“哎，浩森你来。”我说：“怎么？”然后他说：“那个便当一个给你这样。”然后我就又哭了，没有哭了，我忍住，我就很感动这样。那是拍戏的第几天啊？很后面了，就感情都很好了。真的，欸，你看你在讲话，你们林跟姐啊都不愿意拿麦克风插播你的声音。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他的心意，他就是在旁边用空气音跟我说哦大概怎样。而且导播也对你很好，只要你讲话，你都是读音满画面特写，我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弥补一下，今天没有特写就李佩旭啦，从 MV 也没有，然后到现场又没有。我就是因为广角嘛，然后放边边脸会有点变形，没有啦，导播我来改个啦，个空中球啦，没有啦，没有啦，我真的是哈，要先讲一下这个浩森这个事情啦，哈，因为浩森其实他很认真很努力，那我觉得呢，因为我很久没有跟这么年轻的后辈一起演戏，那我说真的，这个不是冠冕堂皇，我就讲我看到了就是。一个想要认真把事情做好的年轻人，可是他毕竟就是没有很多的面对镜头的经验，所以很多技巧就还没有累积而成，但他很想做好，所以我很想要，就是我希望可以给他一些，譬如说不要说温暖力量啦，就是鼓励啦，给他一些鼓励，就前辈啦，然后让他可以，就是因为今天还是要把事情东西拍完啊，还是要把它做到啊，那如果说就是已经对自己丧失信心了，我会怕他，就是这个东西会变成他的一个阴影。天哪，那还好遇到你哎，林恩那天他在哭，你也有在现场。我就是后面的那一场。对对对，但他后来就是结束，他们吃完饭之后，我就来，然后接着拍下一场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这个。因为我其实拍下一场的时候，他的状况也就是还在调整那个心态心情啊。然后我就稍微问他一下这样，然后他就说哦，早上发生的事情哦，真的哎，大家都对你很好，拍拍他这样子啊，真的真的，一个在剧组里面会被大家照顾的，也真的不容易啦。说实在话，就是你真是人见人爱耶。对呀，可能是因为他就你们家都有弟弟吗？红色气球爆红这样子，对对啊。哎，你们家如果有自己的兄弟，这种当你家的弟弟，你我自己有个弟弟啊，掉下来打吗？不会啦，不会吧？真的哦，对，真的还不错哎啊。不会啦，你不要跟我谢谢啦，就我们今天你没来这里讲，我们也不知道你拍戏拍到哭啊，然后讲真的没有人知道哎，不会啦，粉丝一定超爱的啊，我们家浩森怎么这么真性情，然后从今天开始你还帮那个李佩旭圈到你的粉，他说哦佩旭对我们家浩森这么好，那马上去按赞多十个，在这边谢谢浩森的粉丝们，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又感受到了一股力量。我觉得我感受到你在翻白眼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欠揍。谢谢没有啦，后来我当自己人照顾啦，对啦，就是他就是可爱、啊、真的啦，哎、欸，真的很可爱啊。然后拍这个片子就在愉快的心情中工作，对。初入行的人其实真的很重要、哦、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对，而且我们导演真的人很好，是要如果是以前遇到的一些导演都 好可怕、啊、会凶会骂，没有、啊、那也是一种方式啦，只是说时代变了，我觉得更珍贵的是你遇到的就是愿意帮着你跟配合你的演员都是前辈、欸啊、就像我都一直以来我这个每次都心怀感谢，然后一直都觉得有建安哥这位前辈在我前面当着我的明灯照耀着我，这样，对啊。哦，这 Q 到你会有点太放在你的心上，感受一下爱的温度。刚刚佩旭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这个工作里面很坚持的心情。是的，是的。看希望今天鱼尾纹，我的心中就安定。我觉得我们先看一下画面好了，我们聊太久了，突然之间现场忽然有一些不知怎么把话接下去的状态。那反正他们的那个剧情，网络上看那么多，几乎整集都，哎，八集都快要看完了，那我们就把它看完吧。啊，反正没事，还有啊，还可以看了，还有一小段。我真的很怕整部戏要播完，没关系啊，来看一下就播完了。我告诉你，来宣传这件事情的重点就是告诉他们说，剧透剧透，这么好看，你明天开始上架之后怎么可以不要看？哦，现在的时代变了，他们留什么悬念，让他们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他们才会去找。来哦，现在很喜欢这种心情。来来来来，跨起来预告片。天鸾倒梦，会变性吗？你不要再摸我胸部了。先让我搞清楚，你是花花，你是小琪，我才是花花。我们回想一下昨天晚上，通常这种事情会有一个媒介什么之类的。我叫阿布，我在我42岁这年，我 fire 了我的公司。谢谢各位这段日子以来对小弟我的照顾。欢迎光临美男鱼澡堂。Well well well， 你可以叫我老板，也可以叫我老板娘。我是澡堂的会计花花。来面试的第一天，我就觉得这间澡堂好像很不简单耶。老板，这里的客人应该都是 gay。你觉得呢？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来的。我要到一个没有桃花的地方，才会有正桃花。大家好，我是小琪，美术系2年级。我会在这间澡堂打工，最大的原因就是每天都有画不完的人体模特儿。小琪，这是会计花花姐，叫我花花就好了。Hello。怎么样？有感觉吗？有，我有点想吐。美女限定，我招待。哦，原来做一个美女的感觉是这样啊！快喘不过气了，我怎么会做这个动作？人老了，真的好可怕。要热身啊，又不是年轻人了。天哪，我下面好像在流血。这个身体我最了解。我是第一次来，又不像你来了18年。我觉得我应该更直接一点。其实我蛮喜欢你的。你这么可爱的一个女生，值得在20岁的时候停留在一个让你更幸福的男生。我遇到了一个，也许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遇到的人。等哪天我变回男生的时候。请你给我一个微笑。我们
先沙盘推演一下今天的行程。哇，你讲好快哦，可以再一遍吗？我觉得跟你演戏的人啊，可能会不小心被那种神来之笔，然后整个弄错，就弄到神经错乱。对对对，你有被他点开笑穴那种感觉吗？啊，会有很多新的梗，这样又耽误人家更多时间，所以不要随便 cue 他那种感觉。我是真的啦，你说浩森的、哦，我说你啦，啊我，他就常常这样啊，对啊，他很习惯就好了、啊，对啊，但是因为喜剧就最喜欢这样，也是啦，就是我们要在中间玩一玩，完之后就会发现哎、欸、哪些比较好笑。可是他如果突然这样，你整个招惊，你那突然怎么办？我不招惊啊，不会啊，我们两个林恩都会接到啊，他接得到啊，弟弟怎么办？啊？对啊，但没关系啊，因为他的角色本来就是会造景，会掉拍，本来就是会啊。懂。对啊，因为小齐他的角色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傻愣的、啊，比较单纯啊，对，所以很符合。我们就干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继续拱着让这个戏走下去啊，然后就让他的反应是呆的接不上，因为那就很他，很小齐啦，不是很他，很小齐。真的。哎、啊，那林哥你在里面其实没有演得那么轻松哎，你还被人家扇脆配哦。那一幕那个前男友什么什么、你那个女的是有点其他的故事在这个美男与澡堂之外。因为我演的花花她是一个就是比较单纯，然后傻妹，对傻妹、然后她就是认为恋爱爱情是她的一切、是，对，她是这样的女生，所以她一旦认定了某一个人，她就觉得我要跟着他。那现实中有很多的女性都会发生这种问题，就是也许她遇到了一个男人是可能会对她暴力相向的，但她会选择有一天也许她有可能改变，她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然后就一直想说那就继续下去这样。那直到后来是当阿布的灵魂换到他的身体里，对，他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因为阿布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他会觉得保护他了，也是保护他了，对，要帮他报仇，花帮他报仇、对啊，这戏里面有多少戏可以看，哪是我们看完什么看完就没有，哪有这么简单，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视角都不一样，你都这样去想。我就在想说我们可能在看的时候就是把时间当成一切，然后在长度就决定了好像你跟这个作品相处的过程、可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个余韵有没有会是比较去打中人家的心？我觉得这应该是这部戏可能会意料之外的一些感动人的地方。是啦，我觉得这个剧本当初吸引我，当然它是一个题材或许比较有点怪诞的一个喜剧、但是我觉得它背后在阐述的somehow意义其实蛮重要的。对呀、我觉得就我的观点来说，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当人有机会互换灵魂，当你有一个机会，不管这个机会是很抽象的还是很实际的机会，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你会拥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是，你会有另外一个 epiphany， 然后或者是你得到了勇气，或者是得到了什么力量，你可以再继续的走下去。所以有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事物，或许 why not 有啦、那里面真的是就是用一些比较现实当中你觉得就俊男美女的包装去讲一些其实这个戏里面还有很多那种可以去细细品味的东西。是讲换灵魂这件事就好了。哎，问来问去问说换给谁都不装，我要问你，我真的要问你，好，换灵魂，对，都问你啊，打不到 tag 他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问他。哎，对，那他这就拿两只，你们两个真的是很好笑。哎，如果让你换灵魂，不是换戏里面的人，就国际间任何谁都可以，哪个大明星啊，哪个政治人物啊，谁，你有想过要换去哪里吗？这个难哈。我想换，因为我们要拖时间，我觉得他光想到要换的时候，我们节目可能就要结束了。没有，这我好像之前有被问过。真的哦，你有被问过？天哪，原来这题目一点都不新。然后我好挫败哦。我是说我想换成周杰伦。哦，真的。因为我想要在酷欸，就是戏啊，然后唱歌，就是他是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个艺人，然后其实我很想要体会看看那种，当你要，因为我觉得把一件事情做好就非常难，但是他是同时间可以把非常多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你也是志向蛮大的啊，所以你才会哭欸，有志向的人才会流眼泪。
没有，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好。那所以你会唱歌？嗯，周杰伦。不会拉小提琴啊、哦？真的？哦，对，我自小时候学音乐。哦，真是哦。所以你唱歌，那周杰伦的歌你最会唱哪一首？拜托啦，我们拜托你唱哎、欸，不用理、不用理那个穿黄裤子的，不要理他。周杰伦的歌哦。对啊，你就想要变成周杰伦，我就不相信你周杰伦歌不会唱，随便来一句就拜托拜托。哎、欸，来我们这里就唱一下歌，就是就也感谢。不要了，干嘛唱那么抒情？唱一些开心一点的，对啊。告白气球。哦，告白气球，好好，那好，我们听你清唱告白气球。他喜欢气球哦，哦，对，因为他从红色来的。对。哇，我要唱歌了。你唱啊，我们听你唱。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你知道我瞬间刚刚看他特写。我真的好像我小时候看到金城武的那个，是哦、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有那个特写，他刚刚唱歌神情，然后他唱歌的方式，他咬字的方式很好像金城武哦。没有，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这旁边围的每一个小朋友，这边我们今天就暑假到了，有很多实习生，刚刚每一个人的手机都在录你唱歌。我今天做了一件，我个人觉得我今天做了一个功德无量的事情。我想线上所有大家应该会抱持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来收看安大明星跟美男鱼澡堂。我个人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哎，怎么样？还不错吧？就是突然间，你如果早点会这件事让他们知道，那个姐姐就会帮你推你的主题曲。对呀、啊，真的。然后里面可能 你就自己唱就好了。对呀、啊啊，真的是。哦、oh, ，真的，那弹头就会找你帮忙一起唱。对啊，对啊，哎、欸，所以那个拉小提琴这件事情对你的那个人生有什么很大的帮助？嗯，小时候是妈妈叫我学小提琴。哦，她说妈妈哎，好可爱哦、喔，真的很有趣。就我妈。哦，你妈 ，OK， 你讲妈妈跟妈妈，我妈都可以，我们都接受。然后、那时候小时候我叛逆，所以我就不想要学小提琴，因为每天都要练琴很累，然后我就。很常都去打球啊，然后出去玩就不练小提琴。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一段时间。但长大之后，就是很多时候我会看到，就是因为我房间就放一个小提琴，然后我每次看到它，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没有陪，好像没有，我就把一半走到一半，然后就把它丢掉。我就觉得其实心里是很后悔。然后其实长大之后很多心情啊。很多想说的都会跟他说，就是会透过拉琴去疏解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样子，嗯，真的，哎、欸，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哎、欸，除了有帮贵单位宣传到美男鱼澡堂之外，我们要认识一下这个浩生哥，对哈、哦，浩生哥，哎、啊，真的是浩生哥，天哪，你二十几岁，然后讲的话就是。他有一些想法，他有一个就是巨星的潜质，有哈，真的哎，怎么会这样？人怎么帅成这个样子？然后在他里面，怎么会只有看他的身材？说他在市里卖什么东西？怎么会这样啦？就是应该要，就是卖音乐，怎么会？真的是这种感觉。你讲完话，音乐搭配身材卖，就很卖。哎、欸，你看你讲完话之后，我就不知道就是帮你补什么。他小鹿乱撞，对，没有老鹿乱撞，不是，对 对, 對，撞到那马路，对，马路如虎口。你为什么口音有出来？一点点，然后配合他，因为他也有点口音。那我刚刚跟他那边研究说，哎、欸，他是哪里人？他就说，哎、欸，台中哎、欸，我就说，哎呦，这难怪哦，听起来就是很亲切。我也是中部那边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哥刚好有一些小的才华，有在教人家讲话，说，啊，你怎么知道我台中人？我说没有，就是你的口音告诉我说你来自台中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真的吗？我们就其实，在私下的时候聊了一下这样的事情。对他们两个也都可以帮你啦，李佩旭，他那个讲话也是那么。口音标准的，对啊。如果要标准的话，哎，我跟你说哈，其实我们建议就是我让他们写一下那个，安安大明星大家最爱看的这个就是梦想版。但等一下啦，我今天制作人哈，哎，你一拍一拍，要不要先理清楚先呐、啊？哎，我跟你讲，李佩旭，要不你哪有人手卡做这么大一张？你等一下，你很啰嗦哎，你要不是你今天来完全打乱我的 round down 的话、啊，又是我打乱。对啊，制作人昨天跟我说，哎，江哥他今天他们来怎么样？我要布置成澡堂，我说人力有限，不要这样让自己那么辛苦，好好好好还要拉水啊。我说我们去找、那个、来，你手卡拿出来先。对，没有，等一下我们去找人什么洗澡的心理测验。啊，他、啊、也没什么时间测啦，我来测一题。有啊，我们今天就 extension 了，我们延长嘛。好了，那就找这一题好了，延长洗澡测一下你那个。
横刀夺爱的指数哎。哦，天哪，这样等一下，那什么，洗澡你会横刀夺爱吗？他是说你会用什么方式洗澡？第一个是淋浴。B 在浴缸里泡澡 ，C 用桶装满水后浇洗，是 D 去游泳池或大澡堂洗。好，来，浩森先选。你们两个有在，你在大澡堂里面有做一件事，交换灵魂之后，交换灵魂，我还有干嘛？他啦，他在里面舒服啊。我那要干嘛？你在舒服啊？题目给干嘛？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线上的大家，我以为你们比较想要看陈浩森，没有想要看题目。对，真的是因为导播有发现哈，所以我才要念出来，因为我发现观众看不到。你会很高多爱吗？啊，就在这个状态下，陈浩森的答案应该很多人想知道，最后再讲就好了。那先请李佩勋回答一下。好哦，我洗澡喜欢第三个选项什么？桶装满，就是桶子装满水。哦，我喜欢，主要是当兵的时候。我喜欢淋浴。哦，第一个是不是？Take a shower. Take shower. OK. Take a shower. 来那个。林恩说，我喜欢泡澡。哦，泡澡是第二个吗？还是第四个？在浴缸里泡澡。浴缸的就好了。来，浩森，浩森哥。我喜欢去游泳池或大澡堂洗。天哪！哦，羞哦。就是可以省水啊。省水哦。对哦。等一下，我要找一下啦。我有认真，还是可以充粉丝流量。当然，当然一定要啊，充粉丝量就是一定要去大澡堂泡澡。直播充粉丝，有遮有遮。李佩勋，你觉得哪一个人，就是你们三个谁最像会横刀夺爱？横刀夺爱，横刀夺爱就是。我觉得是选第四个选项的去澡堂。为什么？因为会选第四个选项，就代表说他心里有一个自信层面是需要被 promote 还有满足的。他喜欢展现自己的，所以他在或许他在情感上是比较霸道的，这是我的分析啦。So sorry， 我猜对对不对？对，真的？对啊，这边心他哎，我们这是真的在那些什么心理测验网站，他这是心理学家说的，他的解释的方法是说，他说到大澡堂去的人就是真的观念都比较自由开放的，然后他真的就像你讲的，他说他会去追逐那种大家都喜欢的东西，越多人地方去的他越爱。因为不好意思，我已经复修心理学了。哦，真的哦，你真的，所以你自己躲过了。其实你本来也是去这里的吧？啊，没有，我是选第五个。哦，你是复修心理学。第五个就是。然后他就说，于是乎呢，这样的人啊，横刀夺爱对他来说，就不过就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你本人是对是这样吗？他不会，他没有，他人生当中也还没遇到这样的事，会有遇到了，我们也不好说，人家的人生才刚开始，不要用一个心理测验耽误人家一辈子。刚刚以上这些心理测验呢，其实我们就是都是个屁，也没有什么好去太注意的啊。你想知道人家这么用心，他们做了这个，你跟他说个是个屁啊？不好意思，制作人、就是，我相信制作人会为了保护一个新生代的偶像，他会觉得说，其实我们这个资料应该有误。其实最有横刀夺爱应该是选淋浴的人。为什么？没有，我是这样。你给我答案给我。没有，他是说，哎，这个你选 A 这个啊，真的也很。他说、哦。A 的这样的人是洒脱大拉拉的、欸、所以啊他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有点暧昧，但其实啊他没有这样的意思、哦、他是最容易被误会你想要横刀夺爱、哦、很准、李佩勋，你真的是看起来像这种、啊、不小心散发的魅力。对、啊、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哎、欸，这样被你们三个测完好像真的有点准、欸、我不知道大家选了什么。那林恩选的那个呢？浴缸的泡澡的，在浴缸泡澡说其实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只要对他好的人他就会很容易就去感动跟爱，所以他会死心塌地，他没有那种会去觉得别人的比较好。哦，对，是哎，哦，我也是这样觉得哎，这样子还不错。所以，但是因为你选那个答案，所以我们觉得他其实不好，他不值得参考。这个包庇的嫌疑有点大。我们没有包庇，我们是对待善待新人，我们要帮有那个。有将来的人就好好的把握。那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真的哎，你们的梦想榜，我们刚才稍早之前，你可不要先亮，你不要这亮就不好玩。好，你等一下，你最后，好啦，你大家啊，我让林恩姐姐先说，因为你时间会拖了，比较不知道怎么办，我但怕让她可以说完。林恩姐姐，你的梦想相当实际，梦想是你要给那个拍一下，先评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努力达成。
我真的觉得，总而言之就是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会说哦，对，他会说出这段话，其实我有点意外。真的吗？为什么？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说你就是一个条件很好的人啊，然后你什么事情可能都在完美之上。我觉得梦想是要有想法的，就是不是说只有梦幻的部分。是，很多人都会只有梦幻的那一块，觉得哦，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但他却没有去评估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够达成，或者是就不努力了。对，所以应该要好好的先评估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你的梦想。真的哎，就这也是你那个在这个社会闯荡多年来的一些，算是心里的小小的一些建议。对对对对，李佩勋你先好了啦，因为我漏点了，对不起，不小心漏点，对不起。我们没有人在意啊，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看到了啊，你看到就自己遮起来就好，不用。因为导播接下来就会跳特写，你看，谢谢导播，不客气。好了，分享一下了。这个哈，梦想就是我第一个最想写的，我不能写。好，我知道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想这个就好了。所以我只能写。你可以去请说你的梦想板上的。但我第一个想写的，我可以用说的。不要说，也不用说，真的，节目都已经到这个地方了，不要再说，然后维持一下那个。我就写，就写了，就第二个想写了。是啊。那这个你刚刚说分析了林恩有一句，就是说是不是在掩饰或者是人生现在的历练？哦对，然后这个是我现在的感想，因为接下来两句大家会嘛，是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对，那其实是重点是最后两句啦，最后重点是最后两句啦，大家自己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啦。其实这个是我对于本来就没有梦想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这么想？没有，他还是一个梦想啊，他还是一个或许是跟世界的价值观在做某一种矫正或抗衡的一种梦想，它是一种梦想。好，对啊，太深奥。我们还是让浩森哥带我们回到你看，你都你不能把你的节目就是有的时候深度要丢给人家。有，我们觉得浩森哥的东西是很有深度。哦，浩森哥要解释他的深度，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我们先把时间给他。对，浩森哥麻烦你哦，来3、2、1 ，Action！ 我说梦想就是用自己的力量证明你自己可以做到，只要努力，没有不可以，加油！导播没有 take 到你最后的傻笑，你可以再下一次吗？加油啊！嗯，就是对啊，努。林恩姐姐笑得很开心，你看我们 Q 的真的点都很对。对啊。他的那个 ending 的那个笑声的 pose 很可爱哈，很独特哎，都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天哪，陈乃龙，你有听到吗？哎，你的天然呆大概就是多久练成的？他是天然的，没有就差不多21年啊，因为猛这。我真的，你今天坐在这里，跟李佩旭坐在这里，我觉得我的状态真的会整个不一样，就是不要坐太近。你就特别 hyper 啊？不是，我就会不知道你在嗨什么。不是，我每次来你就这样。蛋姐，你看等一下，我们今天就可能叭叭叭就这样子、啊。他今天坐在这边，就是我有时候也会不知所措。哦，力不从心的感觉，一点点，就是他的单纯已经单纯到说可爱，真的，我们说话会污染他，就是我们要让他完整表达，不要加油添醋，不要评论，然后就是让他说完，因为他有自成一格的那种心情，是很值得大家跟他一起交流的。好，是不是？来，请说。啊，你说解释这个？对，对，好，哎，就是你看，你都有自己的画面呢。我觉得。就是做什么事情，不拉他的脸，拉他的脸要一起，对对对。我很喜欢彭于晏，然后他曾经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做不到，如果做不到就是更努力。然后我就，其实我一直就把这句话放在心中，就是我一直告诉自己说要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然后做到自己想要的，但是，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加油。哎，他们好开心！你看，说完了吗？哎，对，说完了，说完了。对，连制作人都傻笑，他刚刚一直在给我画圈圈。你看，那你在讲话的时候，他都没有画圈圈，他都画我，他都画我而已。对啊，哎，他刚刚讲的就是周杰伦，他今天为我们现场唱歌，感谢你们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就是逼他唱出了一首《告白气球》。是哟。对，但我们这次是美男与澡堂，有关于澡堂的歌吗？你想要唱的，比方说，
哎，没有，不好意思，对，时间想不到。哎，最后 ending 还是交给他，就你们比较正常 tempo 了。我们先来帮自己明天要上架的那个新戏，好不好？再次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讲。哎，是的，哎，明天开始呢，这个《美男与澡堂》呢就会在 KKTV 播出喽。对、哦，每个礼拜会播出两集，所以我们有四个礼拜的时间，对，有四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追《美男与澡堂》。各位，哎，四组也差不多快要封完了。啊、对耶，哎、欸，那封世族的同时，你也可以封美男与澡堂。世族封完了，你更可以封美男与澡堂、哦，而且暑假到了，暑假对对对，对不 对？没事就可以看一下。Stay tuned，OK，、okay? okay. 美男与澡堂在。是啊，林恩呢？林恩呢？对啊，这次跟那么多那个肉，那个刚是跟我搭起来，对对对，搭起来，没有没有办法。她是女一，你女二而已，女二抢什么戏呀、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看这一部。哇塞，突然抛一个照片在那旁边，怎么好意思？哇塞，哇，充满爱，然后充满肉体，真的。刚刚那张照片哦，哇塞，对，那他们各自的照片，我们再看看。哇塞，哇塞，哇塞，谁准你露毛？哇塞，哇塞，哇塞，就里面除了是喜剧以外、嗯、但是还是带了非常多爱的，关于爱的部分，然后你还可以看到非常多帅哥，真的很多、哦、非常非常多，今天现场就刚刚两个了、嗯、真的是帅到不行，帅的、嗯、不要不要的。好了，导播又要特写画面，再加你的海报，来了，我们各开半框，然后让你来介绍你的新作品。哎，谢谢导播，请 tag 画面。美男与澡堂将在礼拜三跟礼拜四都会播出，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共同欣赏《美男与澡堂》哟。然后由佩旭哥跟连杰还有我要来看哦，耶、yeah ！还要讲什么？没事、啊、你还要讲什么？我们在等你啊，我们都没有，我觉得你讲什么都可以，就现在有四五千人都在听你讲，我们都 OK fine。你要讲什么？有耶，嗨吼，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就。你看到林恩好开心，就是他今天来就真的就是轻松坐在正中央，然后开心的接受小鲜肉给他的那种青春的震撼。对，真难得。就是看完我们这个《美男与澡堂》嗯，你就会有种回春的感觉。回春哦，终于讲到重点了，这是姐姐的心情。哦、姐姐是心里这样讲的、嗯，这位大哥也是有一些自己这种一样的心情。嗯、好了，这是大家一起这个努力完成的作品啊！我觉得你们明天晚上开始就自己应该也会好好在家里看，也没有什么会让你害羞的事吧？嗯、除了人家大家一直在讲说什么你裤子穿很小件，然后那里怎么样，这种事我们在节目上就不说了。去看戏的时候追剧啊，当然要追剧 啊，然后自己去留言啊，然后自己去写心得，好不好？然后也欢迎大家这个一定要准时追剧。然后谢谢今天我们因为有《美男与澡堂》才把好朋友的佩旭、林恩请到现场，认识新朋友浩森哥、欸、希望你们的新戏可以强大点击，好不好？谢谢江哥，谢谢，谢谢你们来，谢谢、啊、那我们下次见哦，耶。只要打开手机，新鲜的刺激，流行的气息，暗暗大明星，你要的全都在。